两箱鸡排50元，很大哦。现在来吃永康区的咸酥鸡，听讲这间很厉害。6两鸡排，这传统的炸鸡粉啊，这有颗粒的这。分享吃哦，这两个人吃一份嘟嘟好，一个人饱一餐，多汁 juicy 的哦，好好吃哦，饲料加入味。鸡蛋豆腐30元，很嫩口，这有蛋香味。猪炸鱿鱼30元，你帮我打千万块点。啊，高赞塔 ，Q 弹多汁，鲜香又够味。咸酥鸡大份的50元，很肥厚，鲜嫩多汁又够味，重要的盘块在里面。炸高丽菜比炒的还好吃，很脆口。内山高丽菜，安尼一份卡30元，香菇的香气都有炸出来。富国粉的三小骨，这一份30元，吃气味吃香脆，喷香够味，山地肉完全零油腻感。蜂蜜红茶50元，正大罐。